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就是邀请到我们的江姐讲乐会议员，他当初就是在20号的时候，是20号哈、哦，什么16号吗？16号，对对，16号的时候，他咬了这个屏东县的女警一口之后，这女警爱几下之后 ，Apple 叫 Apple 撅了一口，对，苹果咬一口。我在苹果里咬的哦，这是你改哈。这个还没算，这个多好吃。其实我在议会里面，我被议长说，搞阿公，哎，那个议员叫我不要发言，不是我也有争取。然后呢，也然后第二次要跟我讲说啊，反正哈，因为人也无跟你联署啊哈，就叫我卖掉出个公文啊。现在哈、被诟病的话，他们攻击我的部分就是我罗腾远没有立案，收容的部分我没有立案，然后还有我在路边拉小提琴的时候，有遭检举。这个部分我会就是帮你们谢谢。